看到的这片海域其实并不平静。紧急脱离了，紧急脱离了。胜就是生，败就是死。英烈和英魔有时候就是一墙之隔。下面点名，上次人。我们渴望和平，但也不害怕战争。日暮军中，随时准备去打仗。这个任务关系着我们的国防安全。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。发射脱离。好。我的身影绕着宝岛飞，烧来故乡的思念，轻声唤你回。2027年，我正好入伍满30年，我坚信这个光荣的目标一定会如期实现。经历过一次生死，余下的时间我想为祖国助更多的重器。我们要当好空天铁拳的幕后英雄。我看的是山口，守卫的是和平。我始终没有忘记第一次在这里看海时的愿望。